你要的热可可，厨房里真的有热可可啊？你放盐了？专家说，盐能烘托出甜味。好吧。 比起巧克力意大利面，咸可可我还是可以勉强接受的。说实话，你做东西真的很难吃，不对，是很恐怖才对。不过很奇怪，因为是你做的，所以我才能坦然吃下去啊。古语曰：情如含笑，饮砒霜。你到底喂多少人吃过砒霜？怎么说你也是我刚分手的第八任前男友。 一个问题都不能满足吗？如果按某些人十年交八个男友来计算的话，应该有多少？专业卖砒霜500年。不过我知道你肯定没有，因为你的吻技真的很烂。对了，那这样就是我的第6任前男友。 跟我的闺蜜勾搭成奸，还跟我的第7任前男友纠缠不清。我的第8任前男友是我闺蜜的脑残粉，还跟我的第7任前男友接吻过。天哪，来个雷劈死我吧！等一下，我什么时候跟李彦之结过婚？你不是，这过审验吗？ 等等，把门关好，不要让任何人进来。 你的意思是，你完全可以不用咬破舌尖来救我，只要一根针管就行了。啊，但是没有人会随身携带针管，所以咬破舌尖喂食是最方便快捷的方式。只是为了图方便？要不然呢？ 说啊，千万别小看我这东西。这大鱼为了吃面包，它就会钻进去，然后就卡住了。啊，简直完美！所以呢，你午餐就靠这个了？当然了，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嘛。以你的倒霉体质，你应该是靠山吃山空。 靠水吃水干才对吧？哼，我是个倒霉蛋，你是个老妖怪，咱们这为祸人间二人组还真是绝配啊！你也不用着急嘲笑我，你就等着看吧。
我一定会钓到一只大肥鱼的。也许世上真的会有大傻鱼吧。萧管，你离开以后会去哪儿啊？问这个干嘛？没什么呀，我只是觉得以后我会去好莱坞发展，满世界到处飞，也许有一天去了你在的地方，这样还可以一起出来吃个饭呀什么的。以你的演技，在国内也只能接个女二号，你去好莱坞干什么？当布景吗？哦，我怎么就不能去好莱坞了？演技是一天练成的吗？你没有看到我很努力啊？看到了，一只很努力的花瓶。花瓶怎么了？长得漂亮又有钱是我的错吗？你的钱不都用来挖井了吗？美貌与智慧也是财富。湖心岛那栋别墅我买下了，我之前的宅子现在变成文物了，以后如果我回来没地方住也不行。对对，买的对，这以后房子越来越少了，寸土寸金的，买的对。怎么了？又跳了，从昨天早上开始我这眼皮就一直跳，真不吉利。只是眼睑震颤。这么大的湖，你们怎么就跑到我的鱼缸里了呢？这是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倒霉的孽缘吧。我觉得你根本就不知道这个世界上到底有多少宅男期待跟我拥有一段倒霉的孽缘。我下任男朋友一定会感激你的哦。下任？你的男友档期排的真是比工作档期还满。对啊，这网上说了，忘记一段恋情的方法呢，就是赶紧进入下一段恋情。谬论无处不在啊。但是我觉得我可以试试。你敢？你是我谁啊？你管我？这说不定呢。我已经怀上小妖怪了，你要当爸爸了。怎么废话那么多？快吃饭。有关赵萱萱绑架案，记者采访了红氏集团的总裁洪世光，请看现场发来的报道。洪先生，保险要求高达9200万美元的高额赎金，赵萱萱作为您的未婚妻，您会负担多少？还是你们已经报警了？喂，小燕，你一定要把萱萱救出来。我会尽力的，你不要太着急。但是我还是好担心。你尽量照顾好自己吧，回家以后也不要单独外出。那我等你好消息。怎么办？万一……没事，我相信张萱萱不会有事的。你保证？我保证。如果萱萱受了很重的伤，我还是会逼你做你不想做的事情。你说的对，人心都是贪的。这么做不是为了你，别忘了，我可是他的脑残粉。